意啊，这个小绝活我已经练了有4-5年了啊，每次演出我都用啊，哇哇，没有一次成功的，关键不管能不能成功，今天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一旦失手了还望大家多多包涵啊。谢谢朋友们，都知道我出手的东西都不是那么万无一失的，如果接住了，朋友们别吝啬您的掌声，给掌声鼓励就可以了，如果接不到也拿出咱们同胞的热情、给一下鼓励和支持，谢谢。这样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需要大家静一下啊，开始啊。